上山送钢啊，就这东西家属在乌龙伊，为了杨氏家一族，帮忙不要他，我哩去陪我为妻啊，真是好可恨啊！嘿，为何先生侬不该疏通疏妙，当时呢我送钢了解处事的。虽然不敌，失去了我的面，我竟然错手插死宋家就死呀！当时县官当初的，我认为在公堂上斗案，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耶。梁山兄弟各位，连解救我平安。牛山三地金高银耶，第二个该我宋江来生，想得严是各位无情耶，不愿意放弃一切耶。我等出来面收拾一切，我理想牛山耶，路过青龙岭，当地的话。君子宁静观守，赶紧启程就是。